接下来进行审议案二，有关我们历史建筑原日本陆军台南协行社扩大建筑土地范围以及公告资料更新的一个审议案。那案由是国台署未办理标租的业务，那韩巡本处在公园段六七以及82D号，那是否为文化资产的一个定做土地，以及有无保留作为公用需求，有这样的需要。那我们参考调查研究的一个分修工程的设计，那整个部分中的评估结果，这两笔地号可以工作这个历史建筑所需要的一些设备的一个建筑空间哦。那所以我们业务单位这边认为这个部分是可以来建议扩大并做土地的一个范围。那所以我们这个事情我们在110年的4月20号有进行了一个公告资料更新小组的会议啊。那为了完整文化资产的一个活化再利用的需要，那建议将周边国台署的一个其他管理之土地来优先纳入本案历史建筑的一个定夺土地范围哦。那审议通过之后，那是否可以继续办理拨用？那我们在同年110年6月28日来办理审议会的一个现场的勘查哦。那经过一年多的时间，我们在今天提出本次回会议来进行审议。那这是以上是相关的一些过程的部分的一个摘录哦。那本案是在107年5月完成调查研究，109年6月完成工程设计哦。那目前工程进行修复当中。那在现行的一个公告资料里头，红色的一个范围是建筑物的总体哦，总共分成三栋建筑物哦。那第一栋为是2层楼的一个木石造建筑，那第二栋为1层楼的一个木造建筑，以及第三栋是一个木的1层楼的一个木造建筑哦。那建筑的面积约409平方公尺。那黄色的线所圈围的一个范围哦，这部分是属于这个历史建筑的一个定夺土地的一个范围哦。那一号是公园段80D号，面积为698平方公尺，这是公告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资料。那协行社这个部分的一个意思，协行的意思是一起参军的意思哦。那协行社为日本陆军将校所组成的一个组织哦。那目的在于共同修养、钻研兵学、团结士气跟亲睦联谊。那它的功能依照台湾法人的一个模式发展哦，用这些将校军官所缴交的会费来运作。各地的协行社除了具备住宿的一个机能之外，也做一些军备品等等的一些贩售一些以及艺伎会作为互助组合等等，甚至只有经营学校相关的一个资料是从上次的一个审议单位的资料里头揭露。那协行社的成立台南的协行社它成立在明治32年1899年，曾经在两个地方设置哦。那其中一处就是目前位于目前本案建筑的一个地点哦。那在大正4年的时候，协行社新建落成，那运用台南公园的场地来办理大型活动。那活动的性质包含一些招文祭，还有一些纪念日的活动，还有设计会一些披露宴等等。那在历史沿革的部分我们这边整理个定夺土地的一个变更那根据中研院的一个百年历史地图，在民国42年的一个旧地籍图里头，那台南协行社位在北本町二亭木示范地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黄色的一个区块的一个这个一个土地那但在民国53年开始进行了几次的土地分割分割之后有一些买卖的一些交易行为，到民国66年的旧地籍图显示周边的土地分割大致已分割完成就是目前的这个蓝色的框框这个一个范围，在民国66年的时候大致上已定那至今这个周边的地籍的一个变化没有太大明显的一个变化那在修复再利用的空间需求的部分，刚刚有提到部分公园段67跟80D号的部分，我们就修复工程的一个需求是规划作为水塔的一个放置，以及污水处理设施的一个埋设，还有新瓦围篱跟空调孔机器消防泡沫的设置等等的一个需求
那这个方向来看，公园南路是在这个下面这个地方哈，所以这边是北侧，这边是南侧的一个方向。那这个地方，这个卫府盖在这个旁边这个巷子进去的一个角落的一个地方哈。那这个土地的部分，对于建筑物的后续的一个修复跟再利用有相当大的一个必要性。好，那这是前区修复的一个配置图跟地基图的一个比照。那刚刚所提到的这个区的一个土地在这个地方啊，这个位置。那这是我们在110年大会，也就是2月28日大会进行现场勘察的一个照片哦。那这个位置是在西南角的一个地方的一个勘察的，主要是针对81D号周边的这个情形。那照片所呈现，主要在呈现这个地点跟周边跟我们历史建筑本体之间的关系嘛。这个部分请委员参阅。再来，这是南侧的一个西建筑南侧这个101号的部分的一个周边跟周边历史建筑本体之间的关系，这个历史建筑本体，这个是本体，那个是临房的一个建筑，那个是一栋位在81D号上方的一个灯罩的一个建筑物等等。好，那这是位在所谓东南角的一个地方的一个现场的一个照片，就是描述第三栋跟临房之间的一些相关的关系，还有另外就是东北角就是巷道口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东西，请委员参阅。就是入口要进入往南走，然后进入一个南侧的一个巷道的部分。那依照文字法的文化资产审议土地运作办法的相关的一个规定那我们办理的这次的一些相关的一个勘察。那当天出席现勘的委员总共有8位，这边做个说明。那相关委员的意见，那其中有5位来提供意见，那也同意这5位的委员的意见是同意业务单位的一个建议范围来修正定夺土地的一个公告的一个地号。那不同意这个业务单位所建议的范围的有0位。那相关的意见请委员来参阅相关委员所提供的现场勘察的一些意见。那我们预计扩大的一个定夺土地的范围就是在整个土葬头的一个绿色区块的这个部分所标注这个水蓝色的部分是在公园南路的这个巷子进来的一个路径这个巷子，所以在这次的建议的里头，有其中有2块地号是位在跟基地之间有隔着巷道来做区隔所以这部分相关的地号整理在右边的左边的部分。那这边在巷道的东侧的是69跟72地号，那这2笔地号上头分别有所谓租用的一个使用以及占用的一个情形那土地管理的这个国有这两年也包括台湾史这边那刚才有提到这69跟72地号是否纳入范围的一个部分，还要提出来再跟委员再跟委员做些讨论那本次的一个审议的扩大定夺范围部分的土地的权属，主要还是以国产署所监管的土地为主没有包含私有的一个土地那其中69跟72地号的部分，就是刚刚在巷子的一个东侧的这个部分，它有租用跟占用的一个情形那土地上有供所谓使用的一个建筑物那这2笔土地是在公园南路西巷的一个东侧那对于目前没有提供我们修复或者再用的一个需求的一个使用的计划，那若是这2笔土地纳为所谓定夺土地范围的时候，未来必须处理地藏物的建筑物跟租占用的一个情形的关系后续的一个再利用方式也必须跟周边来一并来做一些考量，所以这边我就是这样来跟大会做个报告那我们预拟公告的内容是关于历史建筑的一个定夺土地范围就是本市北区公园段67、69、72、77、80、80-2、80-3、80-4、80-5以及104地号合计876平方公尺，就是右图黄色框黄色线所圈围的一个范围。那另外补充的部分是未来刚刚有提到这整个黄色的一个范围
的里头，其实有些部分，那应该这么说，就是目前的一个定着土地的一个范围的话，是以公有的土地范围为主，但是周边有临接一些私有的土地，那所以周边这些临接目前定着土地的私有土地啊，是否未来要纳入定着土地范围的部分，在这边先提出来跟大家委员做一些讨论哈。那西进社的周边，它原来是一个完整的土地哦，那历经人为的占用以及分割哦，导致于目前今天这个土地的一个状况是一个破碎的一个情形哦。那目前西进社的标的已经在进行修复工程，那并予以周边的公有土地扩大定着土地的一个范围。那若经本次决议公告后，会向国产署来申请拨用。那为了维持一建筑空间场域之完整性啊，并考量临街私有土地多已有民宅啊，那针对周边私有土地的部分啊，是否纳入定着土地的一个范围？我们希望通过今天的会议来跟委员咨询一下，并请委员提供意见，以供后续我们进行这个相关的一个审议的一个程序啊。这部分待会请委员来提供一个意见。那周边私有的土地的部分，我们整理如表列，那待会我们再跟委员做一些说明啊。好，那以上就本次所针对国产署所管有的一个土地来扩大定着土地范围的部分，做以上的一个报告。那接下来我们请所有人或管理人来陈述意见。那今天没有民众登记旁听发言。好，谢谢国产署今天有派同仁参与了哈，那是不是请国产署这边指导一下哈？谢谢。我来帮我把那个 PPT 转到那个63页，谢谢。我们的意见就是总共是两点，第一个就是跟刚刚那个报告一样，就是我们的69地号已经有租出给那个芙蓉宫。就是旁边有一个68地号土地啊，就是旁边有一个68地号土地所有权人啊，然后就是那个69也已出租了，然后72地号目前就是一个占用，对，大概是这样，就是它也是有在使用的一个平房。然后我这边意见是说，因为中间有一个巷道，那往下那边包含80/2跟80/4嘛，可是67，就是那个有一些吃到的巷道的部分，看是不是要整体都纳入，还是说巷道部分不纳入？如果是巷道部分没有要纳入的话，可能就办理一下分割，对，就是不要把那一区都直接移除这样子。然后第二个意见跟刚刚讲一个，就是因为毕竟整个主体81号也都是台南市政府文化局经管的土地啊，对，那就是一样，就是如果确定是纳入那个范围的话，我们还是会请示补拨用，就是纳入一体的整体规划，这样大概是这样，谢谢。好，谢谢国产署刚刚的说明了哈。好，那各位有没有要请教国产署什么问题的？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国产署的长官可以先请离开哈，谢谢。因为在这块基地上，国产署的